郑州拓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，专注于研发生产托盘类设备，公司现有员工60余人，生产厂区5000平米，主要研发生产木托盘生产线设备、木屑托盘脚墩生产线设备、模压托盘生产线设备、塑料托盘生产线设备。为提高木托盘生产效率，我们提供美标、欧标和定制型木托盘生产线多种自动化解决方案。每条生产线平均每8个小时可生产500至2000片木托盘，极大节省了人力，保证了托盘品质。这是一条一人操作的托盘钉钉生产线，一台打钉机，一个操作工人，简称为1+1模式。每8个小时可生产500片美标或欧标木托盘。工人将托盘腿、托盘中间板和托盘上铺板放好后，设备开始自动打钉。该设备设计紧凑，节省空间，工作稳定，操作方便，易于维护，可生产多种尺寸的欧标及美标托盘。根据客户不同需求，每个打钉点可设置1到4颗不同打钉模式，伺服电机控制，确保打钉位置精准。这套系统还具有无钉自动报警功能。托盘切角机将托盘4只角光滑切掉，提高托盘安全性。托盘烫印机将托盘角墩烙印上 IPPC 或定制化图案。托盘翻板机将托盘自动翻板，提高了堆垛数量。托盘码垛机自动将托盘按照设定的数量和方式堆垛。储料平台将堆垛好的托盘暂时存储在平台上，方便托盘入库或装车。此外，我们还有4种升级版方案：3+2模式，3台钉钉机，2名工人操作设备，产量达到900至1000片每8小时。1+2+3模式，1台连墩机，2台打钉机，3名工人。产量达到900至1000片每8小时。CNC 数控托盘钉钉机解决方案需要3名工人，产量可达到900至1000片每8小时。液压打钉机解决方案4名工人，产量可达到2000片每8小时。发掘无法复制的创新能力，提供无与伦比的解决方案，是拓宇公司长期以来坚定的信仰。10年来，拓宇深耕海外市场，以优质的产品与专业的技术服务，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，远销俄罗斯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、罗马尼亚、印度、南非、突尼斯、巴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。2021年，承载着客户对拓宇人的期望，拓宇20000余平米新工厂即将投入使用，拓宇人将始终以客户为本，坚持研发创新，提高产品品质，提升服务能力，为托盘生产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。